有一个引擎，它连续两年获得了2012年跟2013年国际最佳引擎大奖。它的体积小，重量轻，非常省油，而且重点是可以让你税金落在1.2升以下。而这具引擎呢，最近也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了，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试驾的 All New Fiesta。这次在台湾推出的 Fiesta 总共有4种车型，不过因为原厂还没有进行正式的发表会，所以他们只给了我们预接单价，分别是 1.5 的雅致型59.5万跟时尚型61.5万，还有运动款65.9万跟我们今天要试驾的 1.0 EcoBoost 71.5万。这次改款很大的重点就是在这一颗令人期待的 EcoBoost 的引擎，还有这一次全新的家族样貌。这次的车头看起来跟先前发表的 EcoSport 还有几分相似哦，也有网友觉得这个车头看上去呢还有几分 Aston Martin 的这个车头的样式哦。那么上方的引擎盖呢多了几道折线，让它整体看上去还有几分跑车的感觉。那么看看灯具，大灯的部分还有雾灯通通都是用上传统灯泡，不过呢雾灯的周围用上了镀铬饰条，旁边呢用上了钢琴烤漆来点缀整个车头的质感。这次的改款在车侧方面呢就没有太重大的改变，不过这一次加入了 Keyless 免钥匙的车门启闭系统。那么这次配的胎呢195/50R16，而且非常让人开心，一出厂就是配马牌轮胎。那轮圈方面呢，我觉得这一台 1.0 的 EcoBoost 它是比较运动化的车款，但是它配了一个比较保守的轮圈，如果它可以换上一个比较夸张运动化有张力的轮圈，我觉得这一台 Fiesta 会更迷人。车尾的部分这一次改款，在运动款跟 1.0 的 EcoBoost 的版本换上了大型的运动化尾翼。尾灯的部分虽然造型上没有改变，不过内部的排列改变了，而且内部加上了镀铬饰条的点缀，加强整个尾部灯具的质感。下方的保险杆黑色的部分加入了类似空气分流器的装饰，不过排气管依然是隐藏式的哦。那么尾门的部分这一次很开心，终于看到 EcoBoost 的名牌在这一台 Fiesta 身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行李箱空间，行李箱空间有295公升，在6-4分离之后可以达到979公升，不过你可以看到在6-4分离之后它的平整性表现并不是非常的好，在这个地方呢就有一点小小的扣分。这次的改款还加入了 Push Start 的按钮。 Fiesta 它的定位就是一台比较入门的小车，所以整个内装呢你是看不到任何奢华的配备，不过以入门车的等级来讲，它确实是营造的不错，而且非常有家族的特色，一看就可以知道它是福特的车款。首先进到车室，第一个接触的当然是这张椅子。这个椅子跟上一代不一样的是它用了2种材质去混合，第一个是皮质，第二个是格纹的布椅，所以这两个搭配下来让整个椅子看起来非常有战斗的气息。当然它的支撑性也是相当不错，不管是在侧边或者是大腿的支撑性都相当不错，唯独的缺点就是它的发泡棉稍嫌过硬了一点。前方有一个3幅式的方向盘，使用真皮包覆，上面呢用了金属饰板来提升质感。后方没有换挡拨片，不过在左边呢有一个多媒体跟电话的操控键，中间呢可以操控 Sync 的语音按键。大灯呢这次改款加入了光感应的自动启闭头灯，雨刷呢加入了雨滴感应的自动启闭雨刷。前方双圆式的仪表板，周围呢有镀铬饰条的点缀，左边是转速表，右边是时速表，上面有一个单色的资讯幕，分别显示着档位、温度还有水温，下方是油料的资讯幕，中间呢你可以看到这一次全中文化的 Sync 语音的系统，上一代只有蓝牙的连接，不过这一次呢它改成 Sync 的连接，你也可以用一个语音来做操控啊。
可以看到它的功能非常丰富，而且它的操作概念呢有点像手机哦，让每个人上来都很快就可以上手。不管是 CD、Radio、AUX In 或者是跟手机做连接，而且里面相当多种的设定哦，包含车辆的设定、巡迹系统的关跟开也是从这边做一个设定，包含它有一个福特的省油模式，你可以从这边知道你现在开车的模式到底有没有非常的节省、非常的经济。下方有单区的恒温空调，在上一代呢是没有这样的配备，后方呢是全新的排挡头，在侧边呢还加入了手动换挡模式，在这个全新改款的 Fiesta 呢甚至还加入了 S 档的档位。上方有一个简易的收纳空间，你可以收纳一些小东西，例如说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放在这边做一个收纳，然后再把手机跟 Sync 连结。后门开启的角度并不是特别大，所以上下车的时候会稍显不方便一点。前方我已经调整成我的标准坐姿，我有180公分。现在我的膝部空间有一个拳头，也幸好它有做一个切削进去的造型哦，所以前面一个拳头，头部呢大概也是一个拳头，不过坐姿是比较僵硬，发泡棉是比较硬的。不过空间的表现方面呢，福特一直都不是强项。后方有 ISOFIX 的儿童安全座椅的沟槽，中间要坐一个人也可以，不过它并不适合长时间的坐在中间哦，会很累。那么椅子的包覆性相较于前面比起来的话，后面稍显平整了一点，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包覆性的，而且它搭配的皮椅其实感觉起来有一点 cheap， 它并不是特别高级的皮。今天要试驾的是 Fiesta， 那么我相信很多人非常期待这一具引擎来到台湾哦。它搭载的是 EcoBoost 的 1.0 升涡轮增压引擎，最大马力125匹，最大扭力17.3公斤米，大概在1400转到4500转的时候会有最大扭力值，平均油耗18.4公里每公升，搭配的是 PowerShift 自手排变速箱。Fiesta 它的定位哦，让它在都会的表现，它的体验就变得很重要。那么我觉得它的椅子让它有很大的优势，就是它调整的幅度很大，不管是娇小女生或者是像我这样的大男孩，都可以调整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坐姿。第二个就是它的方向盘有电子力道的辅助系统，所以让它市区代步起来，它的转向非常的轻盈，加上它的短轴距，其实在都会穿梭起来非常的灵巧。第三个就是它 1.0 的引擎，其实它不管是在做起步或者是超车的时候，都比你想象中还要更容易就可以去完成它。那这一台 Fiesta 呢，它当然也搭载了他们自家得意的 Sync 系统啊，它不只可以跟你的手机做一个连结，它还可以使用语音来操控，让你真正实现眼不离路，双手不离方向盘，让你的安全是大大的提升了。这台 Fiesta 它挂的是试车牌，所以没有办法上高速公路，不过现在呢还是要为各位上高架道路试一下高速的稳定度如何。现在把车开上环东大道来做一个高速的测试，我现在时速80公里，整台车其实非常的稳定，非常的沉稳。其实一般人对小车的概念就是，其实它在高速的时候可能是相对的危险，而且有点飘忽不定，但是这一台 Fiesta 现在时速80来说，整台车非常的沉稳，其实它开起来没有小车的特质，反而有点像中型的房车。从这边就可以感受到它的操控应该是不错，等一下我们来山道做一个测试。而且它的隔音不错，但是在时速80的时候，后视镜出现了风切声。
那它搭载的是一具三缸的引擎哦。不过如果你不跟别人讲的话，其实根本不会有人发现它是一具单速缸引擎。其实它运作起来非常的细腻哦，其实跟这个四缸引擎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，你感受不太出来。就在这样细腻的运转当中哦，我把车开到山道来测试哦。其实一般人呢，没有接触过1.0的 EcoBoost 的引擎，你说要对这一具引擎能有什么期望？其实如果你把它开到山道来，它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我觉得这台 Fiesta 跟 EcoBoost 的引擎，它根本没有在怕山道，甚至到了上坡，它的加速依然非常的犀利，而且非常的轻快，完全就是没有拖泥带水。到了下坡更是恐怖。各位还记得吗？在几年以前 ，Fiesta 曾经获得世界车辆动态操控大奖的2名啊。你到了下坡，你就会觉得这台车的底盘好像没有极限一样，而且达到人车合一的感受，甚至呢可以放心的把循迹系统给关掉，因为它的容错率是很高的。啊，准备到安全配备。在运动版跟 1.0 的 EcoBoost 的版本搭配的是6G 的安全气囊，其他两种版本呢是双气囊。主动安全配备车身动态的稳定系统，还有 ABS， 还有3合1的刹车系统、斜坡起步的辅助系统，这些全部是标准配备，在其他车款上呢也一样都有。那么这一台 1.0 的 Fiesta， 其实它的主被动安全配备哦，跟进口的小车啊其实是一样的哦，它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准了。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ABS， 还有3合1的刹车系统，还有斜坡起步的辅助系统，这些呢全车系是标配。那么这一台 1.0 的 Fiesta， 其实它的主被动安全配备已经达到进口车的水准。试驾到最后分享心得给各位，这台 Fiesta 它有一具非常棒的引擎，让人刮目相看，叹为观止。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底盘，但是呢它搭配的是自手排的变速箱，起步的时候呢会有些微的震动，但是这个震动无伤大雅，但是只要一震动呢就会引起车体的共振，所以呢排挡杆前面的置物空间啊，不知道是组装出了问题还是怎样，出现了一点异音，会叽叽叽叽叽。不过我觉得这个是小问题，最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这一具 Power Shift 的变速箱，它让我在山道上的节奏啊整个被打乱，完全抓不到。因为当我刹车进弯出弯踩下油门，大概要1到2秒我才拿得到我需要的动力哦，但是这个时候动力刚传到下一个进弯点又到，我又必须刹车进弯出弯，一踩下油门呢又要再等个1-2秒我的动力才会到，这整个节奏被打得非常非常的乱哦。再加上方向盘后方也没有换挡拨片可以使用，我不知道是设定的问题，是故意的，还是没有调整好。我觉得这大大降低了它的操驾乐趣。我觉得一台车不只要好的引擎、好的底盘，还需要一个好的变速箱、一个好的变速箱设定来串联这整个过程哦。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我觉得有点惋惜，非常的可惜。不过或许各位听到这边也不要太过失望，因为说不定这可以透过城市的改变来改变这具变速箱的设定哦，让它不要再这么迟钝，它的反应或许可以快一点。试驾了一整天，各位是不是有一点心得了呢？其实这台 Fiesta 它的售价可以买到一些国产的中型房车，但是有些人买回去之后，他就会说，哎，安全配备好像不太够哎。现在台湾好不容易出现一台安全配备全部到位的小车，那你究竟是要安全配备不够的中型房车，还是要安全配备全部都到位的小车呢？这真的是一个令人矛盾的问题哦。不过羊毛毕竟出在羊身上，它的售价当然会高一点点，不过我觉得原厂它的预售接单价是71.5万，我觉得它在正式发表的时候可以把定价定在68、69，一个6开头，其实大家更能接受不是吗？
接下来的发展会怎样？台湾人会不会接受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我是宜晨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